观众朋友记得爱起赞分享电话跟拍开小铃铛，好，我要来去拍片啊。伫咧高雄基金北部遮有一条航线，应该是全台湾上无用的一条交通的航线，就是对基金去到对面边高雄蛤蟆山高山的一条交通船的航线。这船班哦，应该是差不多每五到七分钟就一班船。已经咧上船啊，来坐渡船巴士咯。钓一只船就够水的，是我上爱的史努比。哇，心情就好诶。基金食去到蛤蟆山啊，就是奥多麦甲人拢会上船，伊就用个连车吼带人坐船上船去到对面边去到蛤蟆山去，啊，就用个趟到高雄市区去啊。而且吼，这座大型的，你看，佮有这拉环呢，吼，你坐乌都歹，坐船嘛袂兴船。条航线足水的哦，好，有时间我要来安尼来回来回坐。哦，这就是中山在下的入口。蛋板卷，应该是两卷的意思。你好，你好，这是两斤是无？公斤？是，一支十块吗？哦，安尼好，我要一支。来，多谢你。头家，这是你家己做的吗？对。是吼。这哪像就咱平常时伫个夜市啊，食到迄种可丽饼的迄个感觉。软软、球球，而且香香，好食呢。头家，你伫遮卖偌久啊？六十八年，我做。你讲民国六十八年到今？我做囡仔，甲日本人学。哦，你甲日本人学。日本人变，即下去日本食作品。是吼、哦，啊，伫遐食十块银尔呢，即敢那？六十八年十块，啊，今嘛十块。六十八年当中十块、哦。安尼，袂晓记起啊，嘛是无记起。安尼了钱袂？了钱袂了钱啊！诶，啊，做身体健康。身体哦，有哦，你头家你中气十足，睡得足够诶，足饱诶，一直足健康诶。你敢知影我几岁？七十岁。无遐少年啦。你莫甲我讲，你有八字头吗？这九四头要考了，你八字头。好假，真正看袂出。我二十万年做诶，你家己去算我几岁？吼、哦，大家家己算。我真正已经看到。想过啦。你想过诶？吼、哦，哇，真正无简单。所以头家伫咧遮卖是卖一个感情，啊，搁卖一个健康诶啦。你好，你好。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。就问一下吼，我看面顶写打狗文史在新会社会社嘛？对啊，会安尼会社。啊，这敢会当入去看看参观？哎呀、啊，这就是要让参观的啊！真的假的？啊、真正用的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吼经过几啊道啊，看迄门拢是关的啦。对，安尼今仔一定要来你来参观。哇、啊，真正第一回你来呢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一日来啊，我就感觉哎那个登记刚。古早时代迄个感觉，这是日本时代。日本时代，因为我看这种木材的嘛，对不？对啊。
较早这间厝是咧创啥？叫回虾啊！较早是咧创啥？这间厝较早是日本的佐佐木商店，啊，高雄的分店。是啊，咧卖啥的哈？木材，这专门咧做木材建材，所以的这建材拢是上好的。上好的吼，对，不怪看起来拢足用的。对。但是我看到这面顶有大叶那便利贴，黄色的嘿。那是要创啥？那较早修理、修理阿上大的，安尼。哦，做记号就对啊。对对对对。哇，那安尼算起来啊，你讲这间厝有八十栋啊无？超过哦。超过啊。超过哦。哦。十年前，家本来要互拆掉，啊，为着要保留家，所以成立这个会社，啊，来保留家的老厝安尼。这个是图啊，还是相片？这是相片。这是相片哦，对啊，刚刚一个广角的迄个模样对不？是倒一边是基金，基金右手边这边，正边，对，正边。哦，我看到长长一滴安尼，啊，所以咱今嘛的蛤蟆线都是倒边这边，对。哦，迄个半山顶有迄个领事馆，对对对，爱西亚湾啊，哦，哎呀，哇，这足久以前的相片，无简单呢。讲到蛤蟆线啊，我知影吼，即个叫蛤蟆线，蛤蟆就是咱咧讲冰线，对对对 对, 对冰线嘛，啊，就是较早有一个铁机都冰线，所以讲即叫做蛤蟆线。我来过几啊届啊，那卡拢找无迄个遗迹啊，找无，即马拢无啊，对无？哎，基本顶管拢起厝，啊，即马阁有剩一扎啦，阁有哦，阁有剩一扎啦呢，是哦，然后才来看卖啊。好啊好啊，我无看过呢，是毋是足歹找啊？伫内巷啊内底。好，安尼来看卖，来看卖。这空间一定是较早的有啊。对啊对啊，有只。好。我发觉到蛤蟆线吼，即马这古早厝那个保存的愈来愈侪啊，对啊对啊，对啊，像这应该是打修好呢，对，这种打修理好呢，哇，嘛是真水。就是这，这是较早这条，就是较早蛤蟆线。你讲即马咱脚踏的这条，对，就是这条。哦，你无讲我。真正有可能袂发现哦。对啊，这就是啊。对啊，你因为面顶拢有这啥点啊加啦，哦，你看还佫停乌多摆啦，还佫草拢安尼砍掉的。啊，时间久啊，有当时啊有起厝啊，迄边也是拢延伸啊，拢起厝啊。行这爱细里哦，嘛爱技术的哦，爱平衡感那就好。所以迄边就是较早迄个打狗驿车站对无？对啊。真好呢，而且我感觉吼，伫个遮会用亲身亲目睭看到这个真正蛤蟆线冰线的铁机路，吼啊！伫个遐人较侪啦，伫个遮较清净，对对对。原来这都是正港的蛤蟆线，对啊，哇，好佳哉，即在有道的呢。我听你安尼分享啊，我感觉你对遮在地历史啊，啊个故事拢了较有了解。你敢是遮在地人？我算半个在地人。为什么讲半个？因为阮外公因兜住伫这头前尔。头前。对。所以这后壁巷啊巷啊路，嘛会行一个吗？对，这我细汉拢伫遐走来走去啊。哈哈哈！咱咧讲放电啊。对对 对，放电。我带你来看一个趣味的物件。趣味的，一个吗？你要这是啥物？这袂是古井吧？这就是古井啊！真我真正有水呢。有啊。所以表示这个井是啊个挖的。对，是挖的。水啊个有呢。那个有小可咸咸哦。为什么是咸咸的？因为这阮家是海埔新生地啊，蛤蟆镇。哦，了解。所以讲这地下水就是有咸分就对啊。对。这古井个有老的，无简单呢。真的。无甲塌起来安尼。现在嘛是个有在用啦。是。溜口卡啊，哎、呀，这一挂清洁的会当用啊，啉就即马较少，较少啊，对对对，还是咱先扛起来好啊。我感觉扛起来较好，较安全呐、啊，嘛较卫生。啊，不过我时间真啊差不多啊，我要开面店啊。哦，你阁有开面店哦？对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今日无代志，无事，我应该到三工。好啊，安尼我拄好赚到一个助手。我卡手袂歹哦，系啊系啊，好好好，对你行。我开一下火咧。好啊好啊，你点灯。
安呢，前前后做偌久啊？四年冬啊。哇，四年冬啊！为第一年可能无遐好食，伊豆豆啊，甲你砍价，啊豆豆啊改变到即马。所以有一挂人可以买，互你 feedback。对，讲哎，你这较咸一丝，啊较正一丝啊。对，因为因食习惯，伊大家拢有来食，伊知影菜啥物较甜，啥物无较甜。因为我控汤啊，有当时会无同款的菜。所以你的汤嘛是对这个季节安尼会转变就对啊。就是讲热人的时阵就酸辣，可能酸辣呢，可能饮起来较清爽啊。啊，若寒天就可能用菜头。菜头，对对，菜头。哦，咱咧讲食冬瓜也是上好诶，当季的，对。你好，请坐。你好。薏米咖米。沙爹有要来无？有。好，啊，两位要沙爹，两位不爱。好，啊，这位先生，你要爱乌龙。好，啊，要沙爹。好，就是安尼。好，安尼稍等一下哦。好，多谢。一位的啊，伊要客制化，伊要食鱼啊，要活蛤嘛，啊，要蒜蓉安尼。好。阮一届最多就是四碗，所以还要再等等哦、喔。不好意思，搁小蛋姐，来拍摄呢，好滴蛋，来，今晚吗？对，今晚好。出庭拍摄，我看到拢无用，但是煮一碗面要请你吃。不要紧啦，做生意就是安尼啊。那，我随煮好你吃。哦，好啊。你来坐坐。哎呀，员工餐的对啊，好。我感觉我真正是真正是赚到啊，足感谢你的。对啊，我你来要找我佚佗，我就欢喜的。无，你看卖，我有通算，有通写，有通了解，阁有通食，赚很大呢，哇！我嘛是希望较侪人会当来蛤蟆乡安尼。是哦。对啊，就是人拢讲这是老化的一个城市啊，但是我希望伊有注入一下新的。无同款年轻人的热血安尼。我甲你讲，一碗面啊，我真正有啉到。我唔但是啉到你的用料的钱，我嘛啉到你的感情嘛，控你去啊。谢谢你唔感情啊，是真的啦。我咧拍摄。真的，我讲实在话，真正的，真好真好。感谢你今仔来佚佗。嗯，我又来哦。阿祖你嘛拜啦，王爷你嘛拜一个，水仙金月过去，我过你都袂咸话。风神你嘛拜啦，妖王你嘛拜一个，一面墙搬一出戏，咱的梦演到何时？月娘挂日头，风微微。你知道我们要赶去哪无？看伊赶的这嘛知，哎，其实观众朋友进来哦，吼。去分享吼，啊，甲阮的频道分享、按赞，啊，迄小铃铛爱开开，赞，小铃铛爱开开哦，小姐，叮叮咚，叮叮咚，叮叮咚。